已到达任务区域，目标使用防爆性数据锁，短时间内难以破解，请求空中花园提供远程协助。只有三分钟吗？那不行，这点事情也要劳烦我出马。好，想看看我是怎么做到的？那就看好了，这种普通的程序扫描不需要我复述了吧？锁定目标，运算开始。目标服务器权限已获取，接下来再来点特别的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。最后的退场，清扫完毕。嗯哼，怎么样？布偶型的出场你看清楚了吗？处理完毕。什么味道？怎么就烧坏了？又超频了。还是找队长报销好了。布偶型新的报销单据不会又是你偷偷加进去的吧？我